你哋两个一齐对开个草丛度啊，无啦啦有只死猫喺度啊！呢只猫表面上中毒死，你怀疑两只有关系？死猫体内血液有中药植物，即系肯定同阿坡中同样嘅毒刺死。戒烟袋系柠檬黄色，胶手套系染咗黄色，所以我觉得两只有关系。指纹比对有铁光，你嘅推测真系冇错，光手真系佢。